因为修缮寺庙认识了慈济，高雄又长这位慈济志工马长城，当时呢是只身骑着机车就到花莲见上人，也才发现虽然都是宗教道场，可是慈济不太一样，也让他决心加入。而他的资深从委员编号就可以看出来，编号是74，已经投入50多年。永金是要哪分啦？大太阳，高雄右昌环保站的帐篷内酷热难耐。80多岁的慈济志工马长城，不说苦不喊累，做的眉开眼笑。从年轻做到白头，马长城相当的资深，认识他的尊称他马长老。小区的植物啊，就是香漆啦、福田啦，他一定去，还有机动，他都会参加，就那个医疗志工，就是大林或是花莲。伊无感觉伊老啦，伊的心还是很年轻。这朱七妹啊，伊对朱伊伊的迄落委员号码高，偌济啊？七十四的号码呢？伊安尼看几工个？马长城因为修缮寺庙，当年骑机车只身前往花莲，得知净思精舍的法师不接受供养，深受感动。后来在1973年加入了慈济，全心付出。我拢无伫用供养，拢伫救济人。我现在是无，我咧做苦，我等下就开始收费。那到做完了开始去做，这个是反正欢喜啊，都有兴趣的对。诚正信实，啊，就实在。伊吼做的无怨无悔。他来之前都会先去骨科打个针，因为他手酸痛。嘿，他就是来打个针，然后来继续做。他就是点点嘛折。来这都袂疼，精神管理这都袂疼，啊，动也袂疼。这个人老是故意搁在眼睛拍病，做主持安尼好，这个是挂眼睛呢。马长城心宽念纯，走在菩萨道上，成为典范，也是年轻一辈的表率。大爱新闻翁崇文、郑瑞平高雄报道。